那个很意外，千玺又再次登台了。那个我和千玺一起介绍一下我们即将推出的一部剧作，叫《燕世蕃之新青年》。这部剧呢是以清末明初这个历史时期为背景的。讲述的是在这个封建王朝即将倾覆的这个乱世当中，我们一支皇家的秘密护卫组就是燕世蕃。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之前一直有疑问，燕世蕃是什么？现在就看到了，燕世蕃是我们这个皇家护卫组的名字。这个组织呢，在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因为在这个动荡的时局当中，也是太师颓废，当时有新思想的这个晚清最后的贵族就是燕世蕃的藩主崇礼明，结识了我身边的来自江湖的平民少年阿义，他们两个志同道合，然后集结了一群有志的热血青年。现在呢，最后呢，那个千玺和这群有志的热血青年一起在坚守着自己的梦想，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，坚守着自己的正义，在最危难的关头整杯护国。这是我们的大概的剧情。然后呢，介绍我们一下这部戏的主创，大概是这个阵容。可以看一下梁振华老师，还有制片人高汉松，编剧是苏鹏老师，美术是王新汉、王新昭，还有造型指导宋小涛，还有动作指导陈伟涛先生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易烊千玺，然后我在《燕世蕃之新青年》里面饰演的是少年阿义。然后阿义是一个非常热血，然后一心想报效祖国，然后后面是想要自己完成革命的一个非常热血的青年。然后希望大家支持，谢谢。那我们就结束。好的好的，我们就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